你的手怎么了？我做饭的时候切到手了，哎，最近我觉得我做什么都很菜。谁说的？你不是会说泰语吗？可是我只会说 “sawadee kap”。好吧，那你是有点菜，但是我记得你还学过摄影啊。是呀，但是你看去年我给大家拍的照片。好吧，你拍照也挺菜的。我和艾莉看起来像霍比特人。所以呀，我是真的很菜。别这么说，我送你个礼物吧，给你打打气。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呀？当当当，怎么样，可爱吧？你要送我一颗白菜。这不是白菜，这是菜狗。你送我一只菜狗，你是什么意思呀？你菜，他也菜，这样你就不孤单了吗？我谢谢你啊。菜的意思是在某个方面很弱，总是做不好。有的人觉得自己很菜，所以开玩笑说自己是菜狗或者菜鸟。如果你想学习更多有意思的汉语，就来 GoEast 的官网看看我们的课程吧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。每个周三，我们一起学习课本上学不到的汉语。记得点赞、关注和留言哦，我们下周三见。再见。